新北市荣民服务处105年相见欢活动，在11月6日由处长曲良志主持，现场邀请捐款人、赞助单位代表以及受照顾学生家属出席。活动中，学生们为感恩长期以来的帮助，分别向捐款人致上深深的谢意、拥抱以及合影，场面温馨，令人动容。曲处长也颁发感谢状，感谢捐款人、赞助单位长期给予本处及同学们的支持与鼓励，他们的爱心如同雪中送炭，帮助遗孤家庭渡过难关。欢迎，掌声欢迎吴同学。博雅他国中毕业，获得了市长奖，目前就读板桥高中一年级，品学兼优，十分的难得。目前就读树德科技大学的杜小凤，代表所有学生分享设计作品及发表致谢感言。他特别感谢荣福处罗辅导员，在自己最困苦的时候给予关怀辅导，帮助脱离困境而能持续就学。杜小凤当天特别献花给罗辅导员，并给予大大的拥抱。那在16岁爸爸刚过世的时候，遇到了罗雅玲阿姨，还有王怡玲阿姨，对。然后，那个时候是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是。我一直都记得，就是我爸爸过世的时候，罗雅玲阿姨传的讯息给我的讯息，就是她说，你要让爸爸好好的走，我们都会照顾你。对，我要献花给罗雅玲阿姨。感谢当时荣福处给予协助，才有今天的他，不至于误入歧途，令在场来宾为之动容。感谢这次活动能让我来参与，也感谢认养人能够让我养他成人，让我通过国中、高中阶段，直到后来加入了军校，直到现在当上了国军干部。如果没有你们，也许我没有今天。谢谢大家的一路以来的帮助，让我们从这些其实我们成长过程是其实很不坎坷的，因为有大家帮助，所以我们才顺顺利利度过成长的过程。另外，荣福处为勉励同学，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用功读书及孝顺母亲，特别准备花束让现场学生献给妈妈。在场的妈妈们眼眶泛泪，温柔地拥抱孩子。105年相见欢活动在温馨感人的氛围下落幕，透过活动也让学生们学习体认饮水思源、感恩惜福的善心，将来都有能力与机会回馈社会大众。